先者为天，浊者为地，其后女神用神石造人，世间圣灵分为人妖两族，为了领地连年交战，阎罗众生舍身尝百草，才使得人妖两族心悦诚服。但自从阎罗隐退之后，妖族就奉魔神为君，人族拜大帝为首，为了自己族人的生存，两族之间战火重燃，连年相互交战，生灵涂炭。哇，这个不会是藏宝图啊？哼，藏宝图，藏宝图，藏宝图还轮得着你啊？这样我们就发财了。哎呀，我考古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壁画，太神奇了。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是从宇宙俯拍地球的360度，神奇吧？有打扰，等着死！
咒主。哎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完全为了自保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左琳，左琳，是你吗？左琳，哎，神仙姐姐，我不是左琳，我不是左琳，你肯定认错人了啊！我先走了，走了。站住！你是人还是鬼？我当然是人了。那你穿的是什么？登山装。脱掉！啊！赶紧脱掉！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擦擦，擦擦，擦擦，过去，过去，脱脱脱脱脱脱，脱脱脱，脱啊脱！看我长得好看，你就要骗财骗色吗？我脱，我脱，脱给你看。我只是想看看你身上有没有伤。伤？要是敢骗我，不管你是人还是鬼，我会杀你一千次。我哪有伤？我哪有伤？我哪里都没伤，我没有伤，我没有伤。现在你知道了，我不是你认识的人啊！哎呦喂，哎呀，真的是，哎，用这个把被捆上，跟我走。我都已经和你说了，我不是你认识的人，你干嘛一定要我跟着？你有两个选择，做奴隶或者死。我选择死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谁会选择死啊？肯定做奴隶嘛。我先把衣服穿起来。绑绑绑绑，马上绑，马上绑。来来来。哎哎哎，等一下。哎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去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。少主，你死了我怎么办？你活着我还能当条狗，你死了我连狗都做不成。你等着，小白这就接着下去陪你。慢点儿，哎，少主还活着，少主，哎呦，少主，哎，你看你那手是不是伤了啊？哎，真的，你的手受伤了，哎，我帮你帮一下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动土浪子！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少主，少主，我死你还活着？哎，你谁啊？哎，是不是？啊啊，是少主，来来来，帮我解开。拉拉拉拉拉！父亲，
在前方，我一斧子就砍掉他的头。卫兵们，给我杀！杀！报，墨神，墨神，墨神大军已经入境。影龙在。那我令牌，镇守三军，不妨。得令。哎呀，我就一定要，别拽，疼！一定要去你们部落吗？我可以不去吗，侠女姐姐？哎呦，你是大人，疼疼疼！你没事吧？你终于回来了，担心死你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九黎，你干嘛？你怎么还没死？啊！我一刀劈了你！冷静冷静冷静！大哥，他不是九黎，他只是一个迷路的外乡之人。大小姐，你别被他迷惑了。你看他旁边那白白胖胖的。可不就是他贴身奴隶吗？让我一刀劈死他们两个再说吧。冷静，冷静，将军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现在病情危机，一定让女士将军上去。小白，小白，快出去！来，一二三，掉！哎，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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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跟我父亲看看，要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！哎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来人，带上钱来！你干嘛？九黎王子，两军交战，九黎探营，此为何意？谁是九黎？我都不认识谁是九黎。休想辩解！来人，拉出去斩了！别！慢着。年轻人，你是来帮我的，还是来害我的？你看你这个阵仗，我肯定是来帮你的呀。赶快上去看看我父亲。稍等啊，很快，很快。你。无妨，有点抖啊。有一点高血压和心脏病，不过没事儿。你有病，我有药。你吃了我这个药，马上就再来逃脱。休想逃脱！此人长得像九黎，定跟这妖族有关系。啊！此人定是奸细，前来杀害大帝。不是，住手！放！住手！放开！谁也不许伤害他。父亲，你也是好人，他救过女儿的命，放让他一世。你是不是九黎？逃不过我的法眼。既然大小姐对你如此信任，那老夫给你一次机会。如果你让
魔神大军退兵，我就相信。啊，我怎么让魔神军退兵啊？我只有一个人，他们那边那么多人。把那个白白胖胖的给我拉出去，煮了。别，少主，少主，长官，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救我，少主，放开我，少主，放开我，少主，停！我去行了吧，我去。大将军，你干什么去，大将军？我，玉霞姐姐，你刚才真是太棒了，太勇敢了。我告诉你，不用说了，我相信你。啊？所以你一定要小心。大家的性命全靠你了。我不。这次八成是跑不掉了，有千百种死法等着我去选呢。哎，走吧，傻子，陪我去赌一把吧。好。哎，哎，你丫居然骗我！哎，你不是喜欢装吗？啊？装你装，耶！接住，回来！我让你回来，回来！哎，站住，站住！回来，回来！你还逃不逃了？还逃不逃？不逃，还逃不逃？啊！小板，那没人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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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大地老儿那边必有大乱，现在就等咱们内营发出信号，就一鼓作气拿下他们。小白，别看我，快走，快走！我的王，那边那个人怎么会如此像九黎将军？还有。旁边那个小白，不就是当年你亲手赏给他的那个奴隶吗？难道说，他们之中也有会妖术之人，会死而复生，而且未出一兵一卒，辕门大开，如此冷静，咱们的内应也迟迟没有发出任何的信号，这恐怕有埋伏啊，大王。妖术都是蝼蚁，带我上去平了他们。
王小心有诈，快回来呀、啊！快呀、啊！小白，别扫了，都退兵了。小白，退兵了。喂喂喂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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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脚麻了，快快快拉我一把。哎，这，哎，哎，怎么样？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？哎呀！来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好点儿？谢谢你，小伙子。来呀，摆宴庆功。拿吧。来来来，干干干。哎，兄弟，喝酒！哎，干了！哎，说的没错。干了，干了！这次是旗开得胜啊！我看着了，那是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来，干了，干了啊！大王，今日之战，我军靠着大王的威势和黎云法师的计谋，在未损一兵一将的情况下大败敌方，可喜可贺呀。然斩草要除根，魔神虽败，但并未伤其根基。大巫，以你所见，如何才能斩草除根呢？五彩石，魔神能量的源泉在于他随身携带的五彩石。如果咱们有一支智勇兼备的人组成的小分队，能用这支小分队潜入魔神大营，摧毁和盗取五彩石，那我们就可以……我去。父亲，女儿愿意潜入魔神大营夺回五彩石。胡闹！你以为魔神大营是你小孩子玩耍的过家家？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去。父亲，退下。五彩石，这个五彩石会不会是我进入这个时代的契机呢？哎，那这五彩石会不会帮我离开这个时代啊？我吃饱了吗？你吃饱了？
看你这样子，不会是想送我走吧？是带你走。去哪儿啊？魔神大营。啊？啊？放开！哎，别呀、啊，我们两个去魔神大营，这不找死吗？去不去？不去。去不去？我好好和你说嘛，就我们两个，我们俩也混不进去是吗？我去，你也太有心机了吧！这个东西你都留着。好，要我去也可以，你答应我一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事成之后，让我亲你一下。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事成之后呢，你那五彩石让我研究起来。好啊。成交。准备，东西已经准备好了，水和干粮准备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懒得跟你说。走了，快点，过去，赶紧的。那我现在可以去了吧？尿这儿。啊！哎呀，你看这里这么多人，你让我尿在这儿，我就是过去尿个尿。你尿不尿？啊？哎呀，你别以为你是军官，你就可以让我尿在这儿。这么多人真的是很难为情的嘛。你尿不尿？你这个人真的是比我巅峰时期更无耻啊！行啊，少主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来，快跑！我已派应龙保护，您放心吧。女士，别帮这个傻子包了，脏了你的手。你说谁呢？有完没完了？我包的比较好嘛。你快过去休息吧。你确定不会公报私仇吗？我这个人这么善良，怎么会公报私仇呢？最多假公济私。你干嘛你？离远点。那我去休息。女士，那这是巧克力。跟你吃，巧克力。对啊，甜甜的，非常好吃，吃了会心情很好的。嗯，嗯。哎呀，没完了，没完了！来来来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我来帮你包。不用你。好了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。
向柳大人。刚才内应来信，那个长得像九黎大人的已经朝咱们进宫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把外围的一些士兵撤一部分，外松内紧。早就那么安排了。大王，您找我。斥候来报，赤儿他们已经深入魔神势力范围，但这几天一直没有消息。我决定派你去接应一番。后府巫师法力高强，你去接应，我就放心
我不是九黎。少主，林雨，少主，你醒醒！少主，你醒醒！少主，大帝见你们四人一直没有音讯，派我前来寻找，没想到还是来迟了一步，害得林雨被魔神所伤。都是我的错，林雨，林雨。哎，少主，林雨，少主醒了。林雨，林雨，林雨，我是女尸，林雨，看看我，林雨，林雨，少主，林雨，少主，你醒醒！我不是说，没关系的，不用担心。不行，林雨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我们不能再这么耽搁下去，我们得找个地方好好的让她休养。正是因为我才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侯府大人。林雨这个兄弟我认定了，离开这里再说吧。大家不要着急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这两天好点了吗？这个男孩子一定要坚持。姑娘，请问，请问你是大夫吗？我朋友他受了很重的伤，你能帮忙看一下吗？大姐姐好，我叫金卫，我不是大夫，只是略懂医术而已。我兄弟受了重伤，麻烦你救救他。好。怎么样？他的病我治不好。什么？不过没关系，你们先别着急，我可以带你们去找我爷爷严农，他肯定可以的，我就没见过我爷爷有治不好的病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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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这边啊，严农村。醒醒，大师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怎么样，大师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我给你跪下了，大师。他病得很重，老夫只能治他三分。精卫治他三分，剩下四分，三分要靠他自己，这最后一分就看天命了。真的吗，爷爷？我可以治他。
可以帮我煎药，内服外敷，啊，你带他到天湖，他要在天。严农大人，少主，你还活着？咱们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侯父，想不到和你相遇是在现在这种情况。到底遇到了什么人，让他伤得这么重啊？是魔神。魔神。小白，你去那边守着，记着啊，千万不要放任何人进来，否则的话，你的少主我可就治不好了。没有问题，不会有人进来的。不行，哎，让开！不能进。精卫，精卫，你让我进去！不行，不能进。精卫，我去送药，我来。行。算来明天就是第七天了，我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，
剩下的就看他自己了。燕农大人，当初您为何突然尿无音讯了？直到后来大帝继位，老臣还一直以为是他下了毒手。我老了，我觉得大帝比我更合适，我就禅让给他了。那魔神呢？老夫也不明白，他变了，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大王，根据之前内应给咱们留下的记号，他们躲藏的位置已经找到，但是在那之后内应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了，也没有任何记号。他已经没用了，让他自生自灭，传令下去，大军开拔，即刻启程。是。
我这不是醒了吗？我刚才一直做了个梦，梦到精卫、燕农他们都死了。精卫呢？燕农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让我来到这个世界？为什么？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，什么都不让我做，你为什么让我来？你说呀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我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全部都离我而去？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说呀，为什么？你就是个废物，为什么要让我来到这个世界？是我，是我的问题，本来就不属于这儿，我干嘛要再让你卷入这场无休止的战争？作罢，他这不才是作罢。这个五彩石，这个五彩石到底有什么用？我到现在都不会用它，我留着它干什么？Thank you.
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其实就已经觉醒了一个特殊的力量。五彩石告诉我，只要我触碰的事物或者人，我就能知道他的一切，并且我可以控制他的心灵，成为我的。李允，我给你抓了条鱼，一会儿给你烤烤，补补身子，好吧？小白，小白，小白呢？李允，这是我唯一的宝贝，我想先把它放在你这里保管。从前我把你当作九黎，当作我的少主，其实我知道，我早知道你不是他，你是我的兄弟。现在我要为我的兄弟去做一件事情，走吧，魔神大营。大王，您可是最强大的战神，这一点点血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不可大意，我要进行最后一次绝技，毕其功于一役，彻底完善战神之躯。你来为我护法，一事完成前不可让任何人打扰。明白，可是大帝大军已经阵列在前了。今夜月圆，是我妖族能力最强之时，大帝山关星象必不会贸然出击。来人，丑时造饭，寅时出兵。
是。怎么可能？这是大帝暗中赐予我的，只有他才能杀得了你。可惜，可惜，时辰已到，你们的努力即将化为乌有，我在阴间等着你。不好，不好，中计了！这女人替魔神拖延时间。是最后的血迹，你们快跑！侯父，魔神，不对，你不是魔神，你是谁？我的好内应啊，战争还没结束，你怎么和我内斗了？什么？侯父叔叔，孩子们，我不是叛徒，我一开始就是炎农大人的臣子。原本还以为炎农被大帝所杀，所以联合了魔神。我敌人族，没想到合作者亲手杀了炎农，还是我引过去的，都是我的错。魔神，不对，你不是魔神，你到底是谁？资格质问我，反正都是要死的家伙。说的对，你没有资格，因为你马上就是死人了。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。这一切因我而起，最好也自我而终。
给我一点时间和相国告个别，我就拉着修罗永远离开这个世界。好，辛苦你了，日后我们永远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我的王，这么多年来，不管是哪张脸，不管你是好是坏，你永远都是我心里的王。和你在一起，我从来不后悔。年轻人，帮我照顾一下妖族吧，不会再有战争了。炎农大人说过，每个生命都有自由和生存的权利。另外，我送你一个小礼物，就在你的心那里。愿神明保佑你，善良的年轻人。人妖之战，自我而起，自我而终。林叔，你把我忘了。